第二轮我们说一下规则，请注意，我们是要根据我们何老师的提问，五秒内用一个人说一个字的方式来进行接力，答案必须是三个字，答错了的话自己接受惩罚。这个轮答题好不好？好，首先请听第一题，来自杨纵和秦蜜，请说出三个字的好六团成员的作品名。快来吧，来吧，苍兰哲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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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丁程鑫会，小丁的绝活嘛？他要你表演托马斯，你觉得你弟弟这时候会出来帮你吗？不是，最好笑的是，我刚才小声说，我说大哥，大哥最近很火的那个新的那个剧，然后老秦第一反应白头发，人家那叫长相思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不能加分，来站好，来脱口秀，随机惩罚啊！哦，脱口秀，好，来准备三、二、一，哎呦！哎呦，能吗，迪哥？哼，老舒服了。下面，程磊和瑞瑞，请说出三个字的程磊朋友圈随叫随到的人。三个字的吗？就是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必须是三个字的。啊，明白明白，来吧。孙、陈、俊、卢、玉、小。王乐夫 ，OK OK， 过关，积分，回答正确。好，现在打电话叫过来，必须要证明。到涛总和何瑞来，请说出三个字的涛涛害怕的事情。你说吧，一人一个字的说。过山车。过山车。好，涛说。虫。虫已经结束了吧？虫的话，虫，虫的腿，虫的嘴。